好啦，今個禮拜一個非常之 exciting 嘅星期啦。咁如果你問我有關於中美貿易戰對香港影響，同埋跟住來會點呢？其實大家值得討論下呢個議題啊。其實，如果講翻中美貿易戰之前咧，我想講少少歷史咧，係關於WTO 啦嚇。大概遠在19幾年前嘅時間咧，就中國加入咗 WTO 啦。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對呢、這、一個嗰、那個佢哋嘅所有嘅税項咧係好有着數啦嚇。咁點解西方國家要掃中國咧？因應個原因就係佢諗住佢哋中國咧拍馬，我哋講中國一個國家先啦嚇，因為佢其中一個會員啦，拍馬都追唔上，我使乜驚你啫嚇？咁、可能我養大咗你之後，分分鐘對翻我自己嘅家有數咧嚇，咁、呢個就開始結構啦。咁同一時間想講講阿 Trump 啦，阿 Trump 佢其實唯一嘅權利咧，喺一個美國總統咧。就係、嗱，其實喺美國嘅憲法咧，總統同個參議院兩個個體咧，總統有絕對權力咧，係對外嘅，唔可以講絕對權力，你話要打中國咁啊，梗係唔得啦嚇。但係如果係關於可以貿易戰呢咁嘅嘢咧，佢絕對嘅權力嘅。OK，除非佢搞 internal administration 嘅嘢咧，喺 internal 咧，佢就冇權力啦。OK。咁所以換句話嚟講咧，咁佢唯一能夠搞風搞雨咧就係貿易戰。好啦，咁講翻舊年開始先啦。咁其實中國 export 去呢個美國嘅嘢大概係5000億到啦嚇。咁就咁佢第一個分段就係投嗰500億啦。而喺個清單裏邊投嗰500億咧，就係唔係嗰啲家居用品啊嗰啲咁嘅嘢。係啲基建，即係可能係油泵啊嗰啲咁嘅嘢咯。咁你諗下油泵呢一樣嘢，或者係嗰啲起重機嗰啲咁嘅大型基建啦，三菱重工嘅大型基建啊。其實最大影響就係可能係日本仔咯因為可能有啲廠喺大陸整呢個 components 嘅嘢，咁總言之大陸整嘅話咧，去美國就要俾關税啦，嗰陣時係10%。咁同一時間喺嗰個環境底下咧，其實佢哋唔可能話：，喂，我啲廠全部喺大陸，我唔通一二三我就去搬間廠去越南咩，或者搬去泰國咩？泰國正離譜，泰國咁少人越南都係少人。如果對比中國勞動力得丁屎咁多你點樣整嘅？整唔到嘅，你想搬都唔得啊！咁如果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最終咧，其實美國都係會，如果嗰啲價格又冇出自羊身上，結果佢都係玩死自己，因為嗰樣嘢貴咗，咁你賣出嚟都係會貴啲嘅啦，係咪先？咁跟住就2000億啦即係個5000裏邊嘅，而家變咗2800億咯咁後期又加到去由10% 加到20% 啦咁近期個 news 係要所有嘢都加到25%，即係個5000億全部25%。而個清單裏邊咧已經唔係單單係講嗰啲工業用品啦，已經係去到家居用品啦，necessity 嘅嘢。咁其實你話，講翻 side track 少少啦，咁你話，咦？如果佢啲嘢貴咗，其實對美金有着數喎，我哋攞美金咯因為因應嗱啲嘢貴咗，即係 inflation 啦，有 inflation 嘅話，即使換句話，有通貨膨脹啦，有通貨膨脹有降温啦，咁降温加息，咁啲錢咪值錢啦，係嘛？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唔可以咁睇嘅，因為咧當你我哋用個漢堡包嘅理念例如我喺中國買個香港買個漢堡包，一個巨無霸可能係20蚊咁我喺原本
喺美國買可能係10蚊除七，可能2個幾美金嚇。咁如果突然間你因為佢 inflation 引致佢加息，又引致佢個貨幣多即係增長嘅話，即咁啊點嗰樣嘢唔 balance 咗咯，係嘛？咁又唔得嘅喎。咁其實你再講翻題內話就係、是。咦，咁其實中國掂唔掂㗎？咪會唔會影響香港？即係影響曬成個亞洲咧？佢唔好亞洲，成日中國先啦嚇。其實喺舊年開始咧，最差嘅時間咧就係貿易戰啱開始嘅時間。其實一路落嚟咧，其實嗰個危險程度係減弱嘅，因為中國所有嘢都 price 先曬，所有嘢準備好晒嘅，其實已經係預咗最差嘅 scenario 嘅啦。咁當如果一樣嘢係已經預咗最差嘅 scenario，即係最差嘅環境啊，咁仲有咩怕咧嚇？唔好唔記得一樣嘢喎，有冇人知道中國嘅儲備有幾多？唔知係31,942億，而呢個31,942億咧，唔係人民幣喎，係美金嚟嘅喎。美金啊，係好多錢嘅其實嚇，咁、美國邊有咁多錢啊嚇、我使乜驚你啫嚇？仲、有即係等同於我唔同你買油，我可以同可以同中東女買油喎、我同俄羅斯有買油喎、我係 big spender 嚟嘅喎，咁就係一樣嘢。今時今日美國唔同以前啊嚇、以前美國就。有個最密嘅盟友喺以色列啦，係點解？係維持中東嘅油嘅利益啊嘛！而家佢都唔使，佢自己都有油嚇。佢、咁多油買邊個啊？嗱，最大嘅買家係邊個啊？最大買家梗係中國啦嚇、你咁同人玩嘢，始終就玩死自己啦，係嘛？所以我覺得其實唔好講完 long run 啦，嗱，你睇翻舊年11月咧，其實好多嘢都好短時間消化咗噶啦。其實所有嘢舊年 price 先曬嘅，覺得呢、這個唔係我講嘅，係即係同朋友傾偈，朋友話師傅又過啲料俾我，咁我大概知道個 market 即係估計嘅 market 唔會係咁差咯。咁啲人就話大好友，大好友，咁唔係大好友嘅，咁睇翻 fundamental 啦，睇翻今朝早啊，今日係5月14號啊，你見到講一講呢樣嘢啦，5月14號咁。今朝早係跌咗，一開始係low open 嘅，就跌咗600點啦嚇。咁、你睇翻，咁我有個喺我有個 smart trading 群組噶嘛，咁有啲我有啲 discussion 有啲討論嘅，因為我唔係 advice，不過大家交流一下。咁就講開我睇，咦，其實好簡單一樣嘢。上個星期五咧，美國係收市遲過香港噶嘛，係咪？香港收市好似28,500點啊，28,200點。咁你諗一樣嘢喎，收完市之後，美國淨行多幾個鐘頭喎，同一時間 DAX 行幾個鐘頭喎，佢又跌完又跌，跌完又跌，跌完跌嚇。咁你諗下，我上一次講 ALGO 嗰陣時咧，我咪講話。其實啲 big players 咧去買貨，啲大幕後玩家、大玩家去買貨嘅話咧，通常佢哋係好辛苦先買到好多，好辛苦先能夠去買啲貨翻嚟。佢用 algo 啊，用電腦程式去慢慢買、慢慢買、慢慢買咁樣。咁佢買咗冇理由咁輕易，哇！一個恐慌我要沽股票啊，佢哋唔係散户喎，咁佢點咧？通常佢哋會對沖嘅。咁即係換過嚟講，今朝早嘅話咧，佢哋。我就睇佢，如果頭2分鐘係升嘅話咧，我意思即係話係升咧就買上，唔係話喂睇佢升先買先，係升就買上。點解？因為咧睇下佢係咪頭2分鐘做完晒 A.O. 掛晒盤落去做晒佢要做嘅嘢，然之後 OK，after that，OK，兩分鐘個市開始上翻去啦，咁你睇一樣嘢，即係上一落上翻去啦。咁你諗下喺嗰個環境底下係咩啊？因為亞洲嘅 sentiment 非常之好啊。你諗下一樣嘢，佢哋大部分嘅嗱 A50 行24小時啦嚇，差唔多係小時啦，日經行24小時啦嚇。咁你諗下一樣嘢，佢哋跌咗咁多都要回翻少少回氣㗎，係咪先啊？咁你開始嗰陣時，咪你冇理由成個亞洲嘅 sentiment 咁好，你香港獨跌，唔通跌咗600點再跌嚇？
跌咗好耐㗎咯喎，咁當然你講，其實今次嘅回調就係因為咧呢幾月真係升得太過多啦，你啱講翻，喂，舊年都啲嘢，我覺得中美貿易戰都 price in 曬啦，喂，但係真今年真係升得太多啊嘛，係咪？咁其實回一回係好正常嘅，咁啊同一時間睇翻咁跟住晏晝啦，咁晏晝差唔多去到12點、11點鐘嗰陣時睇一睇，咦？我之前講過咧，其實咧我哋點解要不斷睇住個 global market，即係亞洲歐洲因為咧喺唔同嘅時段咧有唔同嘅大哥嘅，咁香港我之前講過，其實香港係一個唔細嘅 market 嚟嘅，volume-wise 等同於咧半個亞洲嘅。咁其實香港最旺嘅時間大概10點鐘到，即係最堅嘅時間、最惡嘅時間係10點鐘到啦。咁好啦，過咗10點鐘啦，OK。咁其實一般嚟講咧，10點鐘咧 A50 都唔會跟嘅啦。咁通常我會睇咩咧？我會對比翻唔同嘅 asset 嘅 range 咁例如 A50，如果升到300點咧，正式嚟講香港係升600幾點，因為點解啊？佢個指數差唔多香港嘅香港等同佢2.3倍啊嘛，咁你咪乘翻嗰個數目改咯。咁你睇翻佢好似升升下都唔係好跟咁樣啦，已經係嘛？咁同一時間你跟住我就差唔多10點鐘行翻出去外邊睇翻其他啲 mon 見到阿 Jo 佢嗰個佢嗰個 Power Ticker 嗰個好好嘅，好好睇，唔係仲要賣廣告，係好好嘅。就睇到香港嘅成分股嘅比率啊，見到咧有41隻股咧係跌嘅，得9隻股係升嘅啫。咁即係話咧，跟完亞洲之後咧，其實香港應該回少少。但同一時間見到一樣嘢，就係見到騰訊咧，或者嗰啲 call stock 咧，騰訊跌咗2點幾%，2.8%咁叫做，即係咁你諗下，喂跌咗咁多都係晏晝，有唔好晏晝有段時間回翻少少，就算跌都係回翻少少再跌㗎，唔會直落㗎嘛，係咪啱啊？咁我就諗，咦可能晏晝開市可能會升翻少少，然之後就係時候要沽翻一轉，即係成個 market 我係咁樣睇嘅。咁 當然最後防線都係price action 嘅技術分析啦但係即係你要睇個 direction 就係要睇要咁樣去觀察成個 market，唔係話哇我而家揸住個恆指圖呢、這個係5分鐘，呢、這個係15分鐘，我已經睇曬，唔係你成睇成個世界其他 asset 做緊啲咩嘢大概攞個 idea 個方向係點即係唔單止 fundamental 係個 sentiment 係個氣氛嚟嘅當然氣氛會成日都變啦係咪先咁就之前有陣時喺 Danny Seminar 我講話要睇下旁邊啲嘢係點，攞個方向感啊。咁你睇翻跟住講翻見到咦咁應該上完之後會落噶咯喎，係咪啊？即係可能係1點開始之後會上一上，因為嗰啲股票真係41個係跌嘅，得9個係升嘅咁你梗係會上翻啲啦，先至回嘅時間就係1點鐘至到可能係3點前咯。即係3點前平倉，點解3點的士開門啊嘛？係咪？咁你講我講過時段個 time zone 好緊要嘅，喺3點鐘嘅時間 的士 開，哇！佢之前跌咁多，回少少都會話，即係成個遊戲就係你睇我睇佢嘅啦。OK，咁就本來今次咧，我想講講一個延續性嘅關於 Algo 嗰啲佢哋有人問我對沖嗰樣嘢。咁啊，會講講 confirm 會做啲咩對沖嘅手法啦。同一時間confirm 會有啲咩會做？我想講嘅其實今次，但係見到今日個 market 咁 interesting，冇理由唔講一講啦。咁第二想講講啊，講其他。我之前講過啦，我話好嘅 trader 咧係咩都睇嘅，而更加好嘅 trader 咧係睇啲人哋唔睇嘅嘢嘅。咁就差唔多咯，我哋拜拜先。嚟，過嚟，妹豬，嗌妹豬同我哋大家拜拜。阿伯，哇，叻仔喎你嚇，嚟拜拜先嚟，我度拜拜。嗱，先，係啦，乖仔，high five，表演下先啦。哇，咁叻嘅，high ten啦，high ten，嚟。
哎，聽聽聽，哇，叻仔喎，佢都好醒啊，嚇，咁啊，過多幾日又做多兩個出嚟啦，個 video，OK，關啦關啦，OK，拜拜。